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新北市议员邱丰尧。过去的一年，我们经历了疫情严峻的挑战，承蒙大家的支持跟配合，大家一起安然度过。今年呢，邱丰尧在此祝福大家福牛献瑞，欢乐祥瑞，福牛敲门，五福临门，祝福大家财源广进，恭喜发财，牛年行大运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。